我不了解有关情况。中方一贯认为，国与国之间开展贸易科技合作，应当有利于维护全球产供链稳定畅通，维护自由开放的国际经贸秩序，不应针对第三方或损害第三方利益。美方为维护自身霸权，将经贸科技问题政治化、工具化、武器化，为此不惜牺牲盟友的利益。中韩经济联系密切，产供链高度互嵌。 半导体产业互为上下游，希望韩方做出正确判断、自主决策，与各方一道共同维护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、开放、透明、包容、非歧视的多边贸易体系，共同抵制将经济问题泛政治化、泛安全化的行径。